锅盖没了，别把它也整没了。扇贝肉，扇贝肉让好瘦哦。现在我发现呢，扇贝肉也开始瘦了。哦，太烫啊！你看，兄弟你瘦了。扇贝肉真的瘦了。 但是还是很香嫩，喜欢吃扇贝，给它上去，可以吧？多的蟹现在多了，但是也得省着吃啊。哎，就是这样，还行是吧？还行，就是把这个鳃要给它去掉，你知道吧？吃螃蟹一定要。 是这样子，因为它是跟那个鱼鳃是一样的，它起到一个那种过滤的，这是那个虾的嘴，这不是虾，蟹虾。哎呦，看到了吧？没有大高大黄，但是有大肉。哎呀，我去！你们家摩托车跟个飞机似的，昂昂昂的。 给个双击，飞机一样。这个是香螺，就是猫眼螺，这个是海螺，不一样，看到吧？这个呢，这个鹅，看到没有？我把这个也拿出来。嗯，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要去什么的苦胆呐、肝什么的。 香螺什么也不用去，但是这个要去。你看，这个良心大，香螺不会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那个黄。嗯，我喜欢吃香螺，个人爱好。嗯。 你喜欢吃什么螺？双击。